大家好，我创哥。今天一大早，挖机师傅都过来了。今天我们开始要弄猪圈了。先把地方腾出来，刨出来啊。今天我们搞这里，为了搞个猪圈啊，过来了挖机还有那个推土机啊，两个大的机械啊，必须要用。把这个席槽直接抬下来了。现在把这个泥巴弄好了，然后要把这个石头全部打掉啊！现在挖机放个破锤，现在开始打破锤了。现在要先把这个土方全部弄走，然后再来打破锤了。又到了挖推土机上场的时候，现在叫那个车过来帮我把土方拉走啊。拉不点有坨石头哦，这个路就是太陡了。哦，好是鸟，哎，有的没？哎，这个路太陡了啊。还好这个师傅技术好，要不然的话这个路真的没办法搞，好陡了。哦，有的有的，来买去买卖去哦。嗯嗯，好了，刚才挖机师傅走了啊，我们这里地方也算炒好了，一共炒了差不多20个平方，然后可以修个三口圈啊，在农村啊，就是将相待不闲啊，
能做多做一点是一点。这里应该差不多用了2000块钱，搞了5个多小时啊，搞了这么多地方出来。到时候修的话就等我爸回来修啊，我们把地方平出来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